黎明嫂去年尾还与前任交往，网友推算小孩不是老黎的。黎明日前就正式了当爸爸了，而小孩的妈就是女主李阿文，而阿文就已经怀孕六个月。不过就有周刊爆出说阿文去年十月还有与前任男友交往，那么快就跟黎明拍拖拍拖逼，进展真的很快。而阿文的背景传闻就不断被爆出，32岁的助理阿文小黎明19岁，在黎明的唱片公司 A Music 担任营业部经理，曾经做过港星李治廷助理，与黎明恋爱前有过一段婚姻，离婚后又有一段恋情，且对象都是富二代。有指阿文的前夫是某饮食企业的太子爷，当年他进入 A Music 时已经是人妻，据和他相熟的同事表示，他老公是有钱人，但几时结婚离婚就不得而知了。离婚后阿文又传和车行富二代交往，去年十月还一起出席音乐人周国贤妹妹的婚礼，但当时应该还没和黎明交往。不过和现传他已怀孕六个月往前推算，又似乎有不合理之处，令人费解。网友更是议论纷纷，表示莫非小孩不是老黎的。左一及左二就是阿文与富二代车行少东男友 Vincent，